原来你在这儿啊。这里的夜景还真不错，早知道以前来天台刚刚好。谁让来这儿的？出去。我正儿八经交了房租的，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你愿意待着就待着，不要发出声音。好好好，小声一点。你要不要尝尝？尝不了吃亏，尝不了上当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就那样吧。龙虾的美味都不懂得欣赏。你剥这么久，就这么点肉，不嫌麻烦啊？这很简单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嗯，真是少爷手指头，剥个虾都能剥得这么僵硬。就剥好了吗？嗯，吃。也不是很难嘛。说的不对啊。没有，播的挺好的，只是我很久没吃到别人给我播的虾了，有点不习惯。